经典开局四选一，胜利之路只有一条，我管你几条，一条没有我开挂也能给你过关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四颗植物，两个南瓜壳，一个樱桃，一个土豆，这关安逸的很呀。哎，这一次咱们学聪明一点，直接打开罐子透视，节省时间。等会儿，我去你爷爷奶奶的爷爷，这关这是玩我的吧？全是红眼僵尸。哎，等一等，前面有三个巨人僵尸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无名版的樱桃有小几率炸完之后原地出一颗土豆，这样的伤害打一个巨人僵尸应该可以。这么一分析，这过关思路直接就有了呀。这一关挑战咱们直接选樱桃炸弹，开一颗巨人僵尸樱桃直接炸。哎，没有触发土豆雷，这样的话咱们重新再来一局，樱桃继续给我炸。我去，路灯花什么鬼，重新开始再来一局，樱桃你就给我炸，继续给我炸，接着给我炸，继续炸炸炸炸，继续炸。哎，樱桃炸弹炸出樱桃炸弹，我去，毁灭锅运气来了来了，这运气终于上线了呀，红眼僵尸直接开。我去，这毁灭菇要没了，没有办法直接放。模仿者什么鬼，来颗好植物。Oh my god！ 玉米投手也可以，这一局稳了。一路二路直接中，哎，这么快就要消失，我去，这时间给的也太少了呀。我去，这样的话只能从第一路开一个红眼僵尸罐了呀。这一局的成败就要看这个红眼僵尸给什么植物了呀，能不能再来三个毁灭菇呀，这样的话咱们可以直接过关了。哎，这个血量应该差不多扔小鬼了，小鬼僵尸来颗好植物。南瓜壳应该可以吧，这个是有爆炸效果的呀。咱们再等会儿看看这个红眼僵尸会给咱们什么植物卡片。红眼僵尸你可千万要给点力，给我来颗好植物呀。毁灭菇，毁灭菇，樱桃，哎，土豆雷，这个也可以呀。咱们先种上土豆雷，然后还得从第一路开始打呀，先打第一路的两个红眼僵尸，然后现在来看的话，第三路两个土豆伤害应该不够，第二路的话伤害应该也是差一点，这样的话这一关能否成功就看这一路两个红眼僵尸给什么卡片了呀。两个小鬼给我来颗好植物，火爆辣椒，我去，这又来，我去，全是火爆辣椒，直接开罐，直接开罐，火爆辣椒直接炸，直接炸。三叶草叶子保护伞，这应该都没啥用吧。哎，第三路这个红眼怎么没有倒下呀，我去，扔小，我去，这第三路这红眼我怎么打的呀，我去，这给了我满屏的辣椒，我竟然输了。小伙伴们，我去平复一下心情，记得给我点关注，咱们下期见。